嘛。嗯。别烫着呢啊。嗯。一个泡椒不行，泡椒不行，就是那个小小辣椒，咱之前买那个红色的。没有，没有。今天这又改善伙食了。炖着吧，我出去把机器安上。哎呀，你去呗。放点大葱啊，蘸点葱花啊，蘸点葱花，就蘸点酱吃。行。拿几颗大葱。嗯。好，够吃的。大葱拿回来了。给妈。拿回来了。啊，打好了。这会儿，这功夫真是烧锅就是热哈。烫。尝的挺好啊，这口也行哈。嗯，让你试试。浇的，做的好比饭店做的都好。那可赶上你饭店。啊，赶上了。赶上你饭店。就你这一条大鱼，这饭店也老愿意吃的。这有大酱真的烦。端点那个上面的茄子。尝我妈先炖的鱼吧，我这炖的比饭店都好。它颜色还可以。我也来一块，来块籽尝尝，看看咸淡。嗯，是行，就是没有把握了。把好像鸡造没了，放点葱花，好吃。这个炖的比上面香。啊。昨天哪吃的？晚辣回来，晚去哪回来？这是。啊，去哪回鱼了？你老吃。咱昨天不是买排骨吗？跟这一块买点排骨吃。哇！他的这些这几天也上火了。能上火，俺爸给他打针哭闹。真吃点肚皮这块儿，肚皮啊，嗯，肚皮。你吃呗，吃哪都行。肚皮真嫩。你吃吧。吃啥呢？在这边你也找我找很长，这你吃哪都行。都这么过，自己肉吃。这回你做成不小了。肉大。